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海喵爱生活。房子对于我们来说属于刚需，买房的时候要做好周全的考虑，才能决定要不要买，日后呢才能住得舒服。那么为什么说买房的时候要买东户不要买西户呢？售楼经理一说，庆幸自己选对了，一起瞧瞧有什么区别。首先采光问题，大家知道太阳是从东边升起来西边落下去的，那么东户就占据了绝对优势了，采光很好，西户就会受到其他楼层的影响，室内光线没有那么好。其次，房子的保温效果，有人会说现在的房子大多数都会安装保温墙，其实无论东户还是西户差别不大，但事实不是这样的，因为位置的差异，保温的效果又大有不同，西户会出现一些冬凉夏热的情况，这就真的很难受了，平时要多使用空调和暖气，那么电费的支出就很高了，长期的话很不划算。最后装修问题，因为西户从正午到太阳落山都会受到太阳的照射，所以说要考虑到调和窗帘的问题，也就是说前期投入会比较高，后期使用起来更费钱，但是西户还是有一点好处，那就是价格相对比较便宜，当然选择什么样的户型还是自己觉得合适最好了，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欢迎留言评论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